好，那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那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大家来参与我们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的系列演讲。好，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系列演讲。那我们非常荣幸，请到日本武藏大学的水口透硕教授，好来这边发表这个演讲。那他这个演讲是讨论中国近世儒家与术数的问题，以风水观为中心。那水口教授在这个系列演讲里面，今天是星期二，然后这个礼拜的星期五以及下个礼拜的星期二跟星期五都还有三场演讲跟一个工作坊啊。那希望大家这个有空的话继续来参与这一个系列的演讲。那这一个系列的演讲是一系列的探讨着相关的这个议题。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请到中研院文哲研究所陈伟芬教授来担任主持人。那我接下去我们就请那个陈伟芬教授来进行主持一下，谢谢各位。谢谢林远哲老师。大家好。那虽然水口教授其实鼎鼎大名，但是我还是在这边就是稍微对他做简要的介绍。那水口教授的那个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都是在东京大学取得。那他在大学的时候主修是文化人类学，那副修是比较日本文化论，那硕士跟博士都是修读这个东亚思想文化方面这样的专题。那他期间呢曾经在中研院的民主所访问过三年。那个时候我是刚进文哲所的菜鸟，所以呢就有幸的认识他。那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我们认识已经超过20年了。那今天真的非常荣幸，也非常诚惶诚恐的来担任这个主持。那我想我的任务就是他的 assistant， 就是协助这个会议可以很畅快的进行这样子。那他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呢，就在东大任职这个助教，然后很快的也受到这个武藏大学东亚文化学科的聘任，然后在那边担任副教授，然后教授这样子。那他的著作非常的丰硕，包括儒学眼中的风水，自宋至清的言论史，还有凝视中国的伦理思想，还有术数学研究的课题与方法等等的。那他跟台湾的渊源其实非常的深。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印象，就是2011年的时候，他曾经上过一个蛮轰动台湾的新闻，就是那个他因为他很醉心于儒家文化，大家看他的穿着也很知道齁。那他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次在台北的孔庙担任那个儒生，所以呢他就选择要在孔庙跟他夫人完成这个终身大事这样子。那个是台北孔庙办理的第二场婚礼。那前一场其实是已经相隔70年了，是日治时期。那孔庙刚竣工的时候办过一次。那所以他的这一次呢，台北市政府非常的重视，然后也有多家的新闻都报道了这个别开生面的这个婚礼这样子。那就是他就是非常的醉心于这个儒家的文化，然后考察过非常多的孔庙。那同时他也着眼于这个风水术数的思想史。那我自己觉得他的这个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些文化人类学啊这样子的一些方法论呢，也非常灵活的融入他的这个研究里头。那透过很多的大量的这样的实查来逐步完成他对于风水跟术数的这个思想史研究。那如果你拜读他的各种论著的话，就会看到许多的地图跟图像
在里面就是带着我们就是仿佛亲历实境般的融入那些时空，然后非常的引人入胜这样。那很开心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几年很重要的一个研究主题，就是这个儒家的术数从风水观为中心。那今天是第一场就是献给黄泉的风土学窥见朱熹阳宅阴宅论之一般。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水口教授。各位老师同学好，我是水口教授。承蒙贵校罗家荣国际汉学讲座的邀请，能担任三场演讲以及一场工作坊的主讲人，我觉得非常荣幸。在此特别感谢国立政治大学罗家荣国际汉学讲座主任林远泽教授，以及这场演讲会的主持人中央援助院中国文泽研究所陈伟峰教授、陈伟峰教授。另一方面，因为我才疏学浅，用中文沟通的能力有限，感到光荣的同时，其实也有点紧张。如果我的演讲中有内容不周到的地方，或者有中文不正确的地方，敬请各位包涵。我首先对本系列讲座的主题“用中国近世的儒家与术数，以其风水观为中心”做个简单的说明。我二十多年把中国的关于术数的思想史，尤其关于风水分野的思想史，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严格说来，我虽然也关心风水的理论史，譬如评估地形、方位之标准的演变，但是我从来更加关注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对风水思想表示支持或批评，甚至介入风水理论的历史。广义上，这算是关于术数风水的思想史中的一个领域，也算是儒学思想史中的一个有趣的领域。我在这次系列讲座上把视野放在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时间范围，这个范围和欧美学者所谓的中华帝国晚期，以及日本学者所谓的中国近世是重复的。在儒家知识分子这群常年在思想史、常年在思想史、社会史上具有主导地位的人们之间，术数、风水始终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议题。譬如，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根据七月改编的《汉书艺文志》，设有术数略，把术数视为一门不可缺少的学问。在于该目录中的公宅地形，很可能是一部风水著作。后来，中国进入宋代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的术数热、风水热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当时科举制度带来社会阶层、朝廷官级的高度流动性，因此他们为掌握自己的以及自己宗族的利益，自然而然地迷入术数。
尤其风水这个分野的本质，在度过居住地、埋葬地的选择，主动开拓光明的未来。因此特别吸引当时希求升官发财、子孙繁衍的人们。但是儒家知识分子针对风水思想发出的言论不一定是正面的，至少从汉代开始，他们反对风水思想的言论也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术数风水相关言论，不管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其内容跟每个人的、每个学派的或每个时代的思想特征有相当密切的互动关系。我希望能在这次的系列讲座跟各位尽情分享这个思想史的魅力。从汉代到清代，儒家知识分子关心风水思想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的王充开始，到北宋的司马光为止。第二阶段从北宋的张载、陈仪开始，包含南宋的朱熹，然后到清代前期为止。第三阶段从清代中期的四库管程，也就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团队开始，到清末时期为止。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演变，我安排在第二讲演讲中深入讨论。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演变，安排在第三讲演讲中深入讨论。风水在中国的历史，至少能追溯到秦汉时代。儒家知识分子关心风水的历史也几乎跟他一样悠久。我在今天的演讲聚焦于上述第二阶段的核心人物朱熹，从他晚年的言论中挑选一系列带有政治色彩的风水相关言论作为分析对象。朱熹不只是儒学思想史上的一颗巨星，其实在儒家知识分子和术数的关系史上也留下了重量级的成就。在我第二讲、第三讲演讲中也会反复出现他的名字。那么我们从现在起进入正题吧。今天我以《朱子语类》和《山林异传》，也就是朱熹的语录和作者作为资料，在主张中国的南北是不可分割的议题，应该由单一的皇权支配，期望宋朝再次统一中国，为宋朝坚定其安泰，恢复其势力，这些关系到皇权和其版图的方面，探讨朱熹为什么目的选择肯定风水思想的立场这个问题。在朱熹的风水相关言论中，我们首先探讨关于阳宅风水的部分。阳宅一词是生者，也就是活着的人居住的场所。一般来说，城市、村庄、房屋等等的空间，不论大小
统统被认为是阳宅。阳宅风水理论的基本框架是，如果有人居住于符合标准的阳宅，他自己能获得现实性的利益，譬如上述的升官发财、子孙繁衍。诸子余类卷八十九记载了一则发言记录，朱熹批判了某个没按风水思想选定目的的势力，把风水思想视为理、道理而加以拥护。不仅如此，他其实在诸子余类中留下了不少依据风水思想解读中国具体地形的言论，譬如卷七十九就有一则用龙脉网络的可视化观点来解说中国的山脉网络。龙脉到底是什么？我在这里简单的说明。风水理论的五大术语：气、龙、穴、沙、水。从风水的世界观而言，一块吉地，也就是吉祥的土地，是能接到地中之气的土地。因为人接到地气，才能获得风水带来的各种利益。龙，也就是龙脉，是气啊，指气在地中流动的进入。气不是在地中任意流窜，而是沿着固定的进入单向流动。一般来说，会把地表的山脉视为龙脉的可视化形象。地中的气流动到龙脉末端以后，从山路的某一点往地表涌出，这个地点就称为穴或龙穴。一般来说，地面稍微凹下的地点被视为穴的可视化形象。另外，作为风水术语的沙，即包围穴的山林；水同样也指包围穴的河庄、池塘等等。沙和水的功能都是融入从穴涌出来的地气，不让它飘散。现在给各位看的是《诸子余类》卷二，卷七十九的第十则。问：名山之分之何以见？曰：只是以水验之。大凡两山夹形，中间必有水；两水夹形，中间必有山。江出于岷山，岷山夹江两岸而行，那边一支去为龙，这边一支为湖南，又一支为健康，又一支为两浙，而余气为福建二广。接着我们来看看，在这段诗社问答中，朱熹如何向岷山解说中国的龙脉。他以辽阔的视野展示了从甘肃南部到福建、广东、广西的横贯性地理认识。因为他用了余气，也就是正着余势继续前进的气，
这个风水术语。这则发言记录可以说不仅关注山脉的布局，也注视地形的事实，也立足于如何界定龙脉分布的范围，这个跟风水思想有关的议题。来解读绵延于地上群山的真实。令人好奇的是，他的名声只是向他确认山脉分歧的标准，但他除了回答这个问题以外，还滔滔不绝地说明了龙脉从岷山分出，反复分支到的各地的路程。他这段话里到底有什么含义？我们可以参照当时的事实来理解这段话。当时岷山、甘肃南部以及南京一带，分别在宋朝版图的西北端以及东北端，浙江、福建、两广分别在宋朝版图的东端、东南端、南端。根据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从这段发言看出一个隐含的主张。目前中国的南半除了有自己效忠的宋朝，在政治的方面，也就是用人为的力量统治以外，还有发自岷山的地气之网络，在超越人为的方面紧密连接，永恒结合。我的推测能从诸子语类卷二的一连串发言得到证实。更正确地说，朱熹对中国的整体也有一种由龙脉网络紧密连结合为一体的认识。现在给各位看的是诸子语类卷二第89则。火问：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关中一直深下函谷，以至嵩山，东晋岱山，此是一支。又自播种汉水之北，深下一支，至扬州而进。江南诸山，则又自岷山分一支，以近乎两浙，岷广。乍看之下，他在这里客观陈述天下之山的布局，但因为刚才引用的卷79第10则的问题，跟这段问的十分相似，并且包含余气这个风水思想的术语，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他在这段问答中也关心发自西北高峰的龙脉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问答中，他的视野从上列岷山、龙、健康等地方往北延伸，远远超出当时的宋朝版图之外。至少从关中、嵩山、泰山至浙江、福建、两广，也就是当时在政治方面分别为金朝、宋朝割据的一个广大范围，在风水思想保证下，跨越人为的藩篱，连结在一起。
对朱熹而言，这样的风水思想并不是说地理和人为互不相关，而是说在地理上中国的南北不可分割，人为的界限也应该是不可分割的。现在给各位看的是《朱子语类》卷二第八十三则。基督是镇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镇高几处，自极以西之水，则溪流入于龙门溪河，自极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朱熹的这段话有点长，我在下面给各位提供示意图。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湖，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浅岸，水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岸，江南诸山及武陵又为第三四重岸。接下来请看第八十四则。尧都中原，风水几家，左河东太行诸山相绕，海岛诸山一街相向，右河南绕，直至泰山凑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庐山诸山，第三重自武陵至明月又黑水之内，自北长绕至南海，泉州长炳寺有一大图甚佳。朱熹首先判断尧舜曾经建都的中原一带符合风水思想所认定的极地条件，把它评价为适合帝王实践支配的场所，然后再把一些离中原非常遥远的山水，尤其武陵等等位于南方的群山，视为保护中原的水和沙。在这个前所未见的前提上，把中国全土的地形解读为一块以中原为核心的极地。这些发言不一定跟该卷第八十九则、卷七十九第十则，也就是把中国各地的山脉统统视为龙脉网络的论调一致，但是这个问题我在此略过不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过朱熹的地形解读，变成一座默默等待再由一个单一的皇权统治的故都。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风水思想给朱熹一个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cs 的根据。当时中原不在宋朝的支配下，而在金朝的支配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朱熹把整个中国视为一块极地的崭新想法，应用风水思想而如此提倡地缘政治学的目的，
当然不是，要肯定金朝支配中原的现状，或期望金朝统一中国的南北。他向来主张宋朝应该打倒金朝，恢复中原等北方的领土。因此他的这些发言是带着宋朝宝座重返创业之地中原，再次支配中国全土的政治夙愿。洪水思想在此担负的任务是给他的愿望赋予正当性。关于中原一词，朱子语类的同一卷，也就是卷二，也载入如下的发言：今乡山川贫困，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气象等等。朱熹特地主张宋朝被金朝抢夺中原以后，其版图的一隅还含有带着中原气象的土地。我们可以从此窥见他多么不忍割舍宋朝应该是中原之主这个命题。但朱熹依据风水思想构筑的逻辑，毕竟只能说明中国的南北密不可分，以及中国应该有单一的皇权支配两件事。换句话说，能主张应该君临中原的单一皇权不是金朝，而是宋朝的地缘政治学。他始终没有从风水思想中演绎出。不仅如此，关键所及，他关于风水思想的其他言论中，根本也找不到直接提及这个问题的例子。刚才列举的在于朱子语类的一连串发言，有笔录者以朱熹为师的年代可以锁定，大多是绍熹四年1193年，朱熹64岁以后的。晚年的朱熹没有给作为风水思想应用的地缘政治学画龙点睛的一笔，而在同一个时期撰写了一篇奏折，提出使宋朝稳固其安泰，恢复其势力的一策。这篇文章的具体主题是建议朝廷理解风水思想的价值，并且把它实践于营造帝陵的系列。为了使宋朝养成实力，实现中国再次统一，也无非是朱熹着眼于风水思想策划其应用的目的。我们接下来探讨朱熹关于阴宅风水的言论。阴宅一词指收容死者的场所，也就是坟墓。阴宅风水理论的基本框架是，如果有人埋葬于符合标准的阴宅，接到经过龙脉流动过来的地气，他的子孙就能获得现实性的利益。一般来说，阴宅风水不讲，坟墓的地气能让死者自己回归阳间。阴宅风水生效的原理，可以说没有
阳宅风水那么直接。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65岁的五月，约五年前逊位的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在临安逝世了。南渡当初的宋朝，因为北宋地邻聚合的河南府巩县落入金朝的手中，只好把逃脱危难、享尽天年的昭慈圣宪皇后，也就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哲宗的皇后，埋葬于绍兴府桂基县。朝廷按照这个先例，把北宋第八位皇帝徽宗、南宋首位皇帝高宗的陵墓也设置于桂基之地。严格说来，这些设施在名目上都不是永久性的陵墓，而是纂宫，也就是在宋朝夺回中原之前停留灵柩的场所。但是陵墓和纂宫的差异和这场演讲的主旨没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在此把宋朝收逐于桂基、埋葬皇帝皇后的设施一律称为陵墓。朝廷这次也计划把孝宗埋葬于上列一些陵墓的附近，但是在第四位皇帝宁宗准备营造帝陵的同年十月，恰好以换章革代日兼侍讲的官职在临安的朱熹提交了题为《山林异传》的奏折给宁宗，请求彻底重新考虑帝陵的用地选择。在《山林异传》这篇奏折中，朱熹首先针对朝廷安排的两个埋葬预定地列举共同的争论点。第一是因为地址的问题没办法埋得很深，而且有地下水损坏遗体的风险。第二是两个预定地都遵照宋朝重视国音之说的传统，地陵的方位坐北朝南，也就是几乎坐南朝北。不仅如此，土地的形势根本也不一定很好。第三是两个预定地都靠近现有的宋朝帝陵后陵。国音之说指的是所谓的五姓宅法，也就是在修筑坟墓的时候把死者姓氏的声韵和五音，也就是宫、商、角、徵、余搭配，以算出适当的墓地方位。宋朝皇室姓赵，声韵上属于角音，因此他们的坟墓非坐南朝北不可。历史上有不少人把它认为是风水中的一个技法，譬如北宋时期官方制撰的地理新书十分重视五姓宅法，但是朱熹心目中的风水完全的排斥这个要素。回到刚刚朱熹的言论，
他针对这些争论点，从理、数两个方面陆续提出批判的论据。两个方面的议论在《山林异传》中交错地进行，之中朱熹从理的方面提出的一连串批判可以整理如下。针对第一个争论点，朱熹主张孝宗的遗体需要埋葬于深处，以免在战乱时期被翻掘。不仅如此，如果埋葬在遗体会被地下水损坏的地方，大逆不道之罪太深太甚，绝对无法容许。针对第二个争论点，朱熹主张根据古礼的规定，埋葬遗体的时候选择坐北朝南的方位，因为北是阴的方位，南是阳的方位，孝子不忍父母的死亡，因此埋葬他们的时候使他们跟生前一样背着阴的方位，面向阳的方位。如果坐南朝北修筑帝陵，并不符合古礼。针对第三个争论点，朱熹主张在已经设有陵墓的地方进行新的土木工程，恐怕惊动昭慈圣宪皇后、徽宗、高宗的神灵，因此需要避开。另一方面，朱熹也从数的方面针对两个埋葬预定地提出一连串批评。不管从自述而言，或者《山林异传》整体的结论而言，这个方面可以说的确是他主张的重点。那么修筑帝陵的事业不仅需要在理的方面十分正确，也需要在术的方面十分正确的理由为何？朱熹的回答在这篇作者中反复了三次。在我引用的原文里面，请注意红色的部分，他说水域后空永永无极，其祖孙甚而祭祀不绝。还有他说其祖孙甚而祭祀不绝，那以后他也有说此自然之也，他也有说国家齐天永命之助。坟墓不只是一个收容遗体的空间，如果用适当的方法设置祖墓，它就成为给子孙们保证隆盛和繁荣的装置。尤其已故的皇帝埋葬于极地，使他的形体与神灵享受安宁的状态，就可以通过皇统永续、历代皇帝治基出色等状况，最后给整个皇朝国家带来安定和活力。作为装置的帝陵，既然有这么让人值得期待的巨大
功效。启用地的选择一定要慎重地进行。那么，为了最有效地利用朱熹所谓自然之理，宋朝到底需要精通哪种术，把它实践在修筑帝陵的事业中呢？他在《山林异传》中推举的是据称当时在江西、福建盛行的地理之学，也就是根据风水思想判断墓地吉凶的方法。朱熹排斥国阴之说，但是国阴之说，对不起，国阴之说，但也十分注重地形景观的吉凶判断。在我引用的原文里面，红色的部分都代表地形景观的条件，如是之强弱、风气之聚散、水土之浅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幅。朱熹先把地理之学的要点如此简洁地说明，然后再针对上列三个争论点，首尾一贯地从风水思想的观点以及信赖其时效性的立场展开批评。针对第一个争论点，朱熹主张如果孝宗埋葬在一个会遇到地下水、害虫等等的地方，他的遗体和神灵不免损坏。如此一来，作为装置的地陵会呈现可怕的反效果，导致他的子孙死亡或血统断绝。这样的结果当然也会关系到宋朝的灭亡。根据这个理由，也绝对无法容许。在我引用的原文里面，请注意黄色的部分，朱熹说：“使其行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但也有说，这样的状况是甚可畏也。针对第二个争论点，朱熹主张，虽然宋朝在修筑帝陵的时候向来重视国阴之说，但是皇帝的身边以及皇朝的整体都不断遭遇种种凶事。根据这个事实判断，国阴之说缺乏作为术的时效性。他具体的指出，宋朝在北宋九位皇帝之间，由直系祖孙继承帝位的血统一再断绝，最后受到金朝的入侵，仓皇失措地离开中原。然而南渡之后，不幸的事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孝宗在逊位之后不久就逝世，继承帝位的南宋第三代皇帝光宗久病不愈，不得不在短暂在位之后让位给明宗，甚至跟光宗同样身为孝宗之子的庄文太子魏王都比自己的父亲早过世了。朱熹
在结果论的脉络上，强调果因之说只是不值一提的述述，并经有如此的言论，企图提高朝廷对他心目中的风水思想的期待值。针对第三个争论点，朱熹主张，即使得到一块吉地，靠近穴的小范围才真正的适合埋葬。如果随意的埋葬于吉地内的某处，就无法获得树的效果。不仅如此，一个穴涌出的气是有限的，因此不可依赖同一个穴而设置多个陵墓。另外，进行土木工程，惊动邻近的陵墓，扰乱神灵的安宁，这件事除了对先帝先后失礼以外，他们的愤怒还会造成皇室的灾祸。这也是孝宗陵的所在，需要远离既有坟墓的既有陵墓的理由。附带一提，埋葬于绍兴府桂基县的徽宗、高宗等人，都不是当今皇帝宁宗的直系祖先。因此，如果严格按照风水阴宅风水的原则，他们的坟墓是否被骚扰这件事，和宁宗的利益没有关系。朱熹在此似乎把徽宗、高宗等人视为宁宗广义上的祖先。在我引用的原文里面，请注意红色的部分。朱熹说，地气已泄，虽有吉地，亦无权力。朔心土工以日惊动，亦能山灾。他也有说，即其地气已发泄而无余。朱熹立足于以上的议论，关于孝宗陵的用地选定，给了如下的建议：一、寻求帝陵用地的地域方面，否定朝廷当初的方案，主张将两个预定地的主张将两个预定地都放弃，然后再把眼界扩大到两架数州，也就是临安的周围200至300里以内的范围，寻找新的地点。最低条件是土地壮厚高平。二、用地选定法的方面，不拘官凭，动用通晓地理的人，比较研究他们的意见后，选定最佳的地点。他自己也推荐延州富阳县以及临安县，而且为自己推荐的这些地方附上了江山之胜、雄伟非常、山庄形式宽平碎密这样受到风水思想影响的评语。朱熹在《山林异传》中提出的批判和提案，结果没有被宁宗采纳。不久之后，孝宗陵的用地最终确定于高宗陵的西边。
朱熹对自己的建议被忽略这件事似乎深感遗憾。在同月体交的另一篇作者，也就是金言留深面臣四世哲子中，又主张孝宗陵的用地任由太史的意向选定，除了不能谋求已故之孝宗的安宁以外，也不能谋求皇朝的永续。另外，《诸子余类》卷107收录了朱熹在大雨的夜晚，一边担心贵姬的一群陵墓会进水，一边细细回想执笔山林驿传的往事。孝宗的儿子光宗逝世于山林驿传上奏的六年后，也就是朱熹自己逝世的靖元六年1200年，朱熹70岁。光宗的陵墓也是建造于高宗陵孝宗陵的近旁，其用地依然是朝廷遵照国殷之说选定的。宋朝一直到灭亡的前夕，也就是说到埋葬南宋第六位皇帝杜宗为止，一直都在贵姬修筑历代皇帝皇后的陵墓。皇帝们皇后们的遗体始终没有机会迁回河南，最后被元朝盗掘，据传陪葬品被掠夺，遗骨散乱于草丛之中。另一方面，朱熹立足于风水思想编出的地缘政治学，如南宋的赵禹时摘录了《诸子余类》卷二第83则的重点，把它跟朱熹爱好讲当风水思想这个话题一起动在于《兵对录》卷二。朱熹的逻辑似乎在某个程度引起当时知识人的关心，但是他的言论给南渡后的宋朝，也就是每次跟金朝冲突最后都选择合约的政权带来多少刺激毕竟是另回事，何况根本不能期待金朝接住朱熹的言论后对自己之被中国北方的正当性感到不安，甚至对宋朝表示反省的可能性。因为立即在彼此之间没有共识的地理认识，热烈的或精致的主张实际上在其他政权支配下的领域应该和我们皇朝的版图融成一体。从客观的立场观察，这只是一个粗暴的意见。朱熹献给皇权的风水理论在他的同时代毕竟还是没能发挥任何作用。朝代极度更迭，清朝的巡视台湾监察御史黄书锦自康熙61年1722年驻台2年，把如下的文章写在《台海史查录》卷四中。有言朱文公登福州鼓山，将地脉曰：龙渡沧海，500年后
海外当有百万人之郡，今归路版图，年数世府，熙熙攘攘，尽情热交矣。龙都沧海是比喻清朝版图龙脉的一个末端，从福建往台湾海峡延伸，最后东入对岸的样子。虽然现存的朱熹著作行传中都没有跟黄叔景的这篇文章有关的记载，但是这则奇文后来陆续被引用或转载于重修福建台湾府志、重修台湾府志、续修台湾府志、续修台湾县志、彰化县志这些清朝的官传地方志。当时在朱熹逝世之后已经过了500多年，黄叔景也好，清朝也好，似乎利用朱熹早就获得的绝大名声，以及他是一位喜爱风水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反复图谋散布这则奇闻，作为宣传中国大陆和台湾合在一合为一体，清朝这个单一的皇权给中国大陆和台湾带来繁荣的工具。如果真是如此，就不免讽刺，因为朱熹曾经献给宋朝的地缘政治学竟然在他自己不曾涉及的议题上忽然重生，而且还是受到自称惊人后裔的强大皇权大大的赏识。言归正传，朱熹肯定风水思想的严重，在主张中国的南北是不可分割的议题，应该由单一的皇权支配，期望宋朝再次统一中国，为宋朝坚定其安泰，恢复其势力，这种脉络上显然受到作者。朱熹在这个脉络上试图应用风水思想，但是他提出的言论缺乏能指定由宋朝统治整个中国的逻辑，加上当时也没有人响应他的风水理论。从这两点来看，这应该可以判断为出现在儒家知识分子肯定风水思想的历史中孤立性很高的一个插曲。那么我在这场探讨朱熹阳宅论、阴宅论的演讲中，为什么特地挑选这个孤立性很高的插曲？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借古讽今，借着朱熹的这番理论，取笑存在于当代东亚各国之间或世界诸国之间的领土、领海、领空争议，尤其伪证者知识分子在这种争议中往往露出的片面性意识形态。身为一个思想史学者，我希望和各位分享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客观事实，朱熹这位效忠宋朝的儒家知识分子多么热心的把阳宅风水
阴宅风水和宋朝当年面临的外患内忧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对朱熹来说，风水思想是多么带有同时代性，尤其高度政治性之物。我在这场演讲的开头讲过，中国已进入宋代，不少儒家知识分子就陷入史上空前的术数热，尤其风水热，以竭力确保自己的以及自己宗族的利益。就他们利用术数风水追求实惠的热忱而言，我们能在朱熹献给皇权的风水相关言论中目睹其最极端或最大化的例子。今天的演讲有一点我没有特别说明，那就是朱熹为什么把孝宗的形体和神灵在地下享受安宁的状态，视为孝宗的子孙能获得阴宅风水的良好影响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朱熹如何解释阴宅风水生效的原理？针对这个问题，我会在第二场演讲中进行分析，敬请拭目以待。我今天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各位聆听。非常谢谢水口教授带给我们极为精彩的演讲。我想大家都听到他用很就是精确的语词，然后来阐述这个思想，他说要带给我们这个思想史的魅力，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那不只是就是整个这个思想的众生，那在很多的细节方面，我听来他也交代得非常的清楚，让不管是不是对于这个风水术数原本就有所理解的人都能够听到很多的这些层次这样子。那就是我想他稍微的回顾一下，就是说他主要透过这个朱熹的这个阳宅之说来讨论朱熹对于这个地缘政治说的看法，那再透过这个阴宅之说来讨论朱熹为什么不希望皇室采用这个国音之说来，而应该把这个地理的这个地理之学纳入。那他也说了，就是其实现实上这些这两方面都没有真的献给皇权的这个部分都没有真的受到国家的就是重视。那直到500年后呢，又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一种转向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都相当的有趣。那我们知道朱熹是就是很重视这个风水嘛，那包括他对于易的这个解说也都是充分的呈现他跟程颐非常不同的这一面。那风水也有一种就是劝人向善啊，居安思危啊，就是的这样子的这一面。那我想朱熹其实在不同于皇权的这个在民间的这一面，他也在风水有另外一面的阐释。那这些我想就是水口教授都有很多的丰富的研究。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开放出来给就是现场听的各位，然后就请大家可以踊跃的提问这样。好，那就可能说一下您的姓名跟所属，谢谢。水口教授好，我是那个政大宗教所博士班5年级的学生。那我想请问一下水口教授，就是在水口教授前面的 PowerPoint 里面有讲到说，暗山明堂啊，或者是
龙穴这些东西，在教授的论述里面，他好像是放在阳宅吗？因为这个东西好像在现当代的用法里面，它好像一直都是还在阴宅的看法里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有经过时代的调整或改变，然后变成从过去的阳宅变成现在的阴宅，我不确定。所以我想要请，希望水火教授能不能再多讲一些，你是怎么看待这些水暗山、水口、明堂这些龙穴等等的这些，它有时代的转变吗？谢谢您的提问。那我针对您的提问简单的回答。我在 PowerPoint 里面给你们看的那个朱子鱼类发言记录的那个示意图，里面有暗山还有穴等等的那个术语。我最好再一次给各位看看。那是那个按照朱子鱼类的发言记录来那个描画的示意图，里面有前岸还有白浮青龙的沙等等的术语，还有更简单的是我自己写在我的书里面的一张示意图，里面有龙脉穴还有明堂、沙水等等的要素，那些风水的术语，换句话说，对构成地形景观的每个要素的认知，基本上可以说是阳宅风水、阴宅风水之间完全的共通的。我刚才的说明可能缺乏那方面的仔细说明，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换句话说，朱熹也好，其他的儒家知识分子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历史上的风水文献也好，有关地形景观的分析认知的部分，不管是阳宅的或者阴宅的，都处处出现这些气龙穴沙水，还有作为沙的一部分的暗山等等的用词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还有没有？请。新闻系的退休教授方孝谦发言哈。那刚才那个水果教授的报告里面有讲到，宋朝的皇室呢，他们是倾向于相信这个所谓国阴之说。您后面还有个注解叫做五姓的宰法。但是朱熹本人的话呢，更倾向于所谓这个发展在这个江西跟福建的地理之学。可相对于这个五姓宰法，那江西或者是这个福建，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术法是特别让这个朱熹呢感到特别有兴趣的？或者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就简化来讲说，难道江西发展的就是清朝人所说的峦头，然后这个福建那边呢就是发展的清朝人所谓的理气，是不是可以这样简化来讲吗？我请教一下。谢谢。谢谢您的提问。我先要说明一下五姓宰法的简单的历史跟它到宋代以后慢慢衰退的那个历史。所谓风水包含很多不吉凶的方法。按照我的理解，比较早期发达的是以五姓宰法，这样按照死者的姓氏的生运来算出适当的方法那个部门。好比说那个东汉的王充，那个时期他反对的不土地吉凶的方法是针对五姓宰法那个方面的。
那虽然五姓宅法那个说法，可能是王庄的时代还没有，但是我还可以这样说吧。那到了宋朝以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儒家知识分子主张风水思想的效用意义的时候，大家大多是支持比较新来的软斗，可以说软斗的那个一派。那个理由其实我还不能完全的清楚的说明，一个可能性是朱熹自己跟福建江西那边的术数文化很有接触的人，还有一个理由是来自朱子学世界观的特征。换句话说，朱熹也好，他的前辈张载陈颐也好，他们的世界观比往前的儒学知识分子更注重气的世界观，把所有事情用气的观念来说明的经济的理论那方面完全胜过以往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自然而然的亲近注重气的观念，融入气的目的的软斗派的风水。那个发想不是我自己独创的，那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伊尚佩教授、伊佩霞教授 Patricia Avery 教授在1990年代已经说的是，但是我一个人另一方面说，这样的说明还不是够清楚，或者还不能完全的阐明怎么说呢，注重气的世界观的人也注重气的风水观那样的逻辑。那有关江西福建宋代的风水文化的差异或者个性方面，我其实还需要做个深入研究，那方面没办法现在清楚的回答，请原谅。以上是我的回答。不知道还有没有。好，请。崔可和老师好，我是那个政大政治系，我叫张其贤哈，那因为我今天不好意思，我就是我到场比较晚哈，您前面讲的就是部分我没有听到哈，那不过我想因为今天您提到这个地气的概念哈，那我只听到一部分的这个理解，跟您请教一下。那所以地气是不是说好这个地点它会有一种用我们现在现代的话说是一种能量？那么所以当你把你的祖先葬在这个有能量的地方的时候，它这个能量可以使这个带给这经由祖先葬在这里，然后他可以这个能量会变成一种好处，带给他的子孙人口众多，身体健康，家庭富贵，这是一种。那另外您提到那个中原的地气我没有听到，那好像说这个，那是不是说谁统治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有能量的地方，那么他的王朝就会兴盛，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如果中原的地气是有能量的，那现在被女真人统治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有不好的后果？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谢谢。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提问。基本上，您的理解我十分赞同的。我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有一个事情要我附上一点点说明的部分是，传统的中国思想世界观里面的气，不是等于能源那么怎么说呢？一对一的跟西洋近代的观念那个合制，所以好比说在风水思想里面的气的观念，有时候没办法用能源的观念来那个说明。好比说，如果气完全等于能源的话，我们可以说明阳宅风水生肖的原理吧。好比说自己住在有能源场的地方，可以自己那个发达，但是这样的逻辑没办法说明阴宅风水生肖的原理。祖先埋葬在有能源的立场，可能对祖先自己有什么好的影响，但是那个祖墓的风水条件渐渐影响到祖孙的未来，那方面没办法用能源这样我们熟悉的观念来说明。还有一个更基本性的部分是这样子，如果是所谓的能源等等的观念的话，住在好的阳宅的人可能获得身体健康、身体成长这样的效果，换句话说，能源跟升官发财的机会等等的方面，应该没有关系吧？所以，我基本上同意您对我今天演讲的理解，但是一点点做个补足，这样子，谢谢。因为您提到朱熹说这个一个地方的气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太多人葬在那里，他的气就用光了，所以这个气是有一定的量的，它不会源源的再生，是这个意思吧？是这样子。风水的世界观里面龙脉的来源在哪里，那方面有不同的意见。最多数的意见好像是传说上的高峰昆仑山，从那边发出过来的那个气，最后分配到中国各地的有穴的地方。虽然那个来源有一个地方，而且龙脉的流量也有那个限度，所以风水的世界观里面一般有一个穴能提供的气的量，换句话说效应有限的观念。所以如果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再多说一个故事的话话题的提供话题的话，我可以这样说，说个介绍一件事。因为某个村庄里面相当于穴的地点只有一个，或者顶多是两三个吧，但是想在那个地方埋葬祖先的家族可能有很多，所以以往的汉人社会里面常常发生互相为了那个确保一个穴的土地互相对立，互相怎么说呢？互相对立的形状，或者甚至有人偷偷把穴靠近穴的坟墓中挖出别人家的遗骨，偷偷换自己的那个祖先的遗骨，所谓的道葬的方式。因为一个穴能提供的气的量有限，有那样的观念，所以历史上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谢谢。
水口教授你好，我是雪梨大学教育及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生楚觉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说到可能朱熹他这个理论上到皇帝层面，就好像是皇帝不太接受，但是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行为或者他跟那个皇帝的关系，所以其实后世可能后来就是因为他这种的做法，然后就后来就参考他的那个手法，就可能根据他的理论再把他的理论引用到其他可能各地的那些风水层面。那当中其他的可能那些后来的风水师啊知识分子，他们如何吸收他可能那些理论去建构可能那个龙脉那个层面，那有没有一些可能实际的例子，就是可能那些东西怎么去仿效，是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层面怎么样去体现整个架构体系。好，谢谢。谢谢您的提问。我可以分两个方面来回答您的提问。一个是有关阳宅风水论的，一个是阴宅风水论的。我可以先这样说。有关阳宅风水或者龙脉的网络不好意思，有关龙脉网络的那个议题是阳宅风水跟阴宅风水之间基本上是那个相同的。在那个龙脉的分布那样的观念来说，朱熹的朱熹所谓的中国的南北有一道龙脉网路来那个结合连在一起，那个观念呢在南宋时期没有那个很多响应他的想法的人。我刚才在演讲里面提及的是到了清代以后有人利用他的这样的说法作为宣传清朝的那个工具那个方面。还有一个事情可以那个给您介绍，那到了明朝以后，明朝的大概后期，有一部风水著作《地理人祖书之》出现的，那里面利用他这样的很关心的地理的认识来把明朝当时的明朝支配中国那件事试图正当化。但那时候用的说法不是朱熹说的那样的整个中国是一座极地一块极地那样的说法，而是中国有三大龙脉干线，北龙、中龙、南龙那样的说法。那地理人祖书之的作者徐氏兄弟说，中国的北龙、中龙、南龙每一条龙脉干线的末端都有关明朝的祖先皇室祖先有关系的设施，好比说明太祖祖先的坟墓、明太祖自己的陵墓等等。那最后结论说，因为明朝把握三大龙脉干线，所以明朝的支配会延续到永远的未来。这样经过稍微变化的那个形式，就是这样的献给某个皇朝的那个逻辑，由后面的风水理论家来继承的。还有一个是阴宅方面朱熹认为阴宅风水对皇朝的命脉很有那个关系。那个观念在南宋时期没有皇朝的或者知识人的支持，那是我在演讲中说的事情。那后来明清时代明朝也好，清朝也好，开始很积极的关心
阴宅风水给黄朝的未来的影响，所以明朝、清朝的每代皇帝、皇后的陵墓，可以用不少的历史文献来证明是依据风水思想来营造的，不再是依据比较古早的五行宅法来营造的。我的回答大概是这样子，谢谢。还啊，请。水口教授好，我想请问哈，因为您这就是您的这个系列的一个著作的这个演讲哈，大概都是跟地缘政治学有关系。那为什么会想要用地缘政治学这样的概念来看待这个风水哈？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隐含或者是应用？以上。谢谢您的提问。我用那个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cs 的观念来比喻朱熹的风水观念，毕竟只是比喻。那我顺便说明一下，我心目中我眼中的地缘政治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地缘政治学的定义，在不同学者之间不一定一样。最广泛的定义应该可以说是地理那个因素如何影响到政治那方面那个方面，阐明这样的逻辑因果关系的学问吧。但是我刚才把它作为一个比喻的用意不是那么广泛的，换句话说，我当然也可以通晓地缘政治学那方面的人们一种批评吧。换句话说，我刚才用那个比喻的时候的用意是，地缘政治学里面的一个面目局面，那是用地理、自然地理这样的怎么说呢？资讯，来给自己的国家成长，扩大领土，这个事业，是以正当化，只有限定那个部分，谢谢您。还有没有啊？好，林老师。我就直接讲这样对，那个就说，我政大哲学系林远哲，好，那我想请问那个水口教授，就是说你今天的演讲给我们对朱熹的形象有一个相当不同的看法啊，因为我们过去都认为说朱熹是理学家，好，可是你现在是谈他的风水的观点，那我很好奇，就是说，那对朱熹来讲，他的风水的这种理论算不算他天理流行的内容之一？好，那如果是他的风水也是他的天理流行之一的话，那会不会是说，比如说我们所理解的这种理学家，好像朱熹这个形象理学家，他强调是一种自然法或天理流行这种道德因然的这种观点，那他如果把这个所谓的天理流行理解成他的风水观的话，会不会变成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好，因为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应该要去说明说政治的这个统治，那统治者应该有施行德政，那这个国家才能够兴盛。可是您今天的这个部分好像说朱熹也很强调是说在阴宅跟阳宅上，在营造帝都或者说在这个所谓帝王的陵墓方面应该要怎么安排，他才能够使得这个子孙兴盛，国家强大。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朱熹的这一个天理流行到底是一种所谓强调道德自主性，还是它是一种环境决定论的这种天理观？谢谢。谢谢您的提问。我可以这样说吧。朱熹的世界观是天理相关，天理流行，有这样的性格是没错。所以在他的世界观里面，风水不一定并不是一个人工的技术，而是呼应那个天理天理相关那样的世界构造的一个技法。但是也另一方面也可以这样说，在朱熹也好，还有他的前辈陈颐的世界观里面也好，天给人的影响力不是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人的使命是按照天理尽量发挥天的功能力量还不周到的一些任务。那个方面我可以介绍一部南宋时期的风水著作《发纬论》。《发纬论》的作者也许是协助朱子学的确立的一位哲学家，那个蔡元定，也可能是他的父亲撰写的。那个《发纬论》里面说，人不要混同天自然的土地状态跟当然的土地的状态。天产出几地一块好地的力量有限，所以人需要主动的发挥风水的技巧来寻找世界上地上有限的风水宝地，甚至也要自己改造地形景观等等，产出当然的状态的土地。所以我可以说个简单的结论是，虽然朱熹的世界观里面风水当然也是怎么说呢，遵从天理的一个技法之一，但是也有重视那个人的行为那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说明一下，道德的问题朱熹没有忽略。因为天是创造土地的有特别力量的某个存在，也是掌管道德的伟大的存在。朱熹也好，后续的朱子学者也好，都认为风水的技巧不能超越天理的克制。换句话说，具有道德的人才能受到天的一种赏识，才能抓到一块风水宝地基地。所以道德的部分他们并没有忽略，我附上这个说明，谢谢。好，现场还有没有提问？好，请教水口教授。那关于这个地有气，而且这个气有很在政治上有很在对在政治层次有很大的作用，这个概念就您所知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就我所知，譬如说我记得我读史记那时候说有人劝刘邦把这个定都在洛阳，
因为大部分的刘邦身边的人都是所谓的山东之人。那然后另外有人跟他说要都在这个关中，就是秦原来的故地。然后刘邦不能决定，他问张良，张良就说那个都关中是对的，但是那个论述里分析里面完全不会提到契。那么这个，但是什么地方会是有契，而那个契适合做王都，然后这个王都在那边就会发展，那这个类似这样的概念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你所知。谢谢您的提问。按照我把握的文献资料等等，地有契，所以让居住的人或者埋葬的人的祖孙们发达，那样的观念最早出现，或者他的那样的想法的原型，形成的时期，好像是秦汉时代，尤其是秦朝的时代已经有，好比说那个秦始皇营造那个万里长城的时候，他的皇子扶苏应该是吧，还有那个他属下的将军去那个监工，应该没有错吧。那个时候扶苏那位皇子被迫自害自杀的时候，史记里面有说他说了很关键性的一句，好像是我因为通过那个营造长城的工程不小心断了地脉，所以失去了我自己的前途。那只是很简单的象征性的那个故事吧。但是好比说在《汉书艺文志》里面的有关刑法的那个目录的部分，也有提及刑法包含那个相人还有风水等等的部分，按照东西的形状来补吉凶的部门。那个流星写七略的那个流星附上说明说，那个刑法的原理是我想是说是气之自然，我现在没办法那个当场看看那个确认正式的说法，好像有些气的自然但是不也可能是树的自然，不好意思，反正那个汉书艺文志里面有提及树的原理里面有气，那个事实可以代表最晚西汉末年已经有树的知识里面注重气给人的影响那个要素。我现在只能按照自己的记忆只能这样回答，对不起。好，那个水口教授，那我再继续跟着那个刚刚那个教授的提问，我再继续问下去说，因为我印象中之前有人提过说，阴宅跟阳宅虽然说都是用气或者龙脉，但是可以让活人居住的气跟给埋葬用的气，这两者好像是不一样的。如果人住在阴宅的那种气可能太强，可能会反而会伤到自己或后代子孙。那这种说法在水口教授的理解是怎么？可以再有没有更详细的分析或者是理解？谢谢您的提问。那方面我没办法给你提供一种一般论吧，所以怎么说呢，我也只能同意有关风水的气的观念里面有不少人这样说这样的地步为止。好，这样可以吗？好，那不知道还有没有进一步的任何的问题？那
如果没有的话，我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朱熹的这个尤其像易方面的这个跟风水术数的这一些说法，在日本的影响算是蛮清楚的，比方说三吉安斋啊，然后那个三宅上斋他们的这一脉，似乎就是开展出一个跟朱熹相关的这样的易学。那不知道就是这个属于地理风水的这个部分，是否有对于中国以外的地区有什么样的展开或者是影响？这部分不知道水口教授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这样。谢谢您的提问。朱熹或者朱子学的易学方面给日本等等东亚诸国的影响很明显，已经有那个很多的研究。那相反的，朱熹的或者属于朱子学的儒家知识分子的风水观有没有给日本等等东亚诸国的影响，那方面还没有那个很多研究，我现在只能说我初步的知识来能说的一些事情吧。在韩国越南朱子家里或者朱文公家里，那部规定宗族里面的仪式，那个著作给了很多的影响。那朱子家里面有那个允许用风水来决定埋葬地点的那个规定，透过朱子家里本身或者后续的给家里注解的书的影响，我可以说朝鲜半岛跟越南那些地方有一定程度的朱熹风水观的影响，但是日本方面状况稍微不同，因为日本也有传入过风水，也有传入日本的历史，但是在日本的所谓的风水史或者补土地吉凶的历史里面，有一个明显的特色是几乎都只有注重阳宅的部分，换句话说几乎都忽略阴宅的部分。所以先可以说朱熹有关阴宅的那个言论主张那个部分几乎都没有影响到日本。那另一个有关朱熹或者朱子学的阳宅风水观有没有给日本影响，那个方面我好像可以这样说吧。日本阳宅风水传入日本以后，变成我们所谓的家相的那个一个独特的补吉凶的方法。那个家相里面有一个特色是，差不多都失去了地气的观念。换句话说，找好的宅地居住地方的时候，只有注重一种物理性的、及物性的地形，还有方位。换句话说，跟朱子学、朱熹的世界观合在一体的气的世界观，也可以说作为气的世界观的一部分的风水思想，连在阳宅的方面几乎都没有影响到日本。谢谢。那这一些的就是说法，主要是在哪怎么样的书籍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吗？就日本的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吗？我要介绍阳宅风水方面呈现那个跟朱子的风水观不同的世界观那样的例子吗？说到那个话题，我好像要那个讲个比较长的历史吧。那个风水包含阴宅风水跟阳宅风水两个部分，传入日本的时期，现在有一些争议，但是至少最晚于日本的
平安时代的中后期，大概第十世纪或者第十一世纪，那个时候，有两个有趣的文献，一个是叫《圣的太子传历》，也就是日本古代传说中的一个皇太子，当摄政官的皇太子，圣的太子的传记。那里面有包含很多奇闻，里面有不少有关他预言未来日本的朝廷殿都的地方的故事。那里面有明显的受到中国风水影响的一些说法，有气脉呢，或者那个圣的太子预言中的极地的地形，几乎都跟中国的极地模式一致那样子。印在风水方面的技术在那本书里面还是明显。还有那个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成立的坐亭记，坐亭院的那个书，坐亭记里面也有包含气的概念的阳宅风水理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中世纪以后，日本的镰仓时代以后，日本的风水的传统慢慢乖离中国的风水传统，一边失去阴宅风水的传统，一边开始把阳宅风水转向我们所谓的家乡的那个趋势。好，谢谢。那不知道哦，好，请。教授你好，我是宗教所林静智老师。我要请问的是，朱熹当然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学者跟代表的知识分子，但是朱熹在那个时代他也同时受到了儒释道其他的宗教的传统，当然更广义的讲，除了佛教、道教，还有包括民间的术、巫、法等等不同的传统。那其实他很难，从我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很难定位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儒家，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融合不同的宗教传统，所以是不是可以跳脱出我们一定要把它局限在儒家的脉络，而可以从整体的整个宗教的互相影响的氛围里头来思考这件事情。谢谢。谢谢您。我这次把朱熹的风水观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风水观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研究上的一个关键。我不一定认为朱熹只有儒家的教养，换句话说，完全的百分之百站在儒家的立场思考的人。我自己也想，他今后要研究朱熹对风水术数还有道教等等的关心的时候，当然也要把眼界扩大到那些方面。我现在只能说，我也同意您的看法，我今后也要尽量扩大眼界，竭力把握朱熹那个思想史上的巨人的真面目。谢谢。好，谢谢。其实我们时间其实已经差不多快要到了，也差不多就是那个就是由水口教授跟我们介绍了这个真的是思想史的巨人，然后我们比较不为我们所知的这一面。那非常的谢谢就是水口教授，那也请敬请大家期待他后续继续深入的阐发这样子的议题。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到来，然后也谢谢水口教授跟林远哲教授。好，谢谢。